还给你拍照。明天来。好的话噻，好的话。那个可能只是私人。也照了好多有十年的，那个我们都看着照了有三年五年，得一百三十米。哦，石头十两啊，要差。我那数不清。百五十五。哦，我那数不清。看样子我们的环境还没有天亮，现在才五点半，现在五点半。然后我们因为我要今天和我两个来找柴油，因为我们这找柴油是需要排队的。昨天来排了个队，是第一个到，今天起了一大早来了。这里在柴子哪里吹油了？这个地方在柴油，吹在这边都行。这里有个池。哦，这个长的这只是那个火焰的意思。384斤。啊，你一锅炒了好多嘛？一锅就要是两锅炒得下，但是你两锅炒得下？两锅炒得下。哦。嗯。哦。好像是有人逗你，你不管，你不管了，你只能在这里传财富。那个油的了，这里，然后这个是离心机的嘛？它进去了以后，它自动就跑到那里去了呗。哦，跑了以后它自动。出来油，这个车上就火锅了。哦。嘿，你说哎，现在讲起你难为的也可以。那我再讲几个呢？就是你要炒几个，炒了那放把料放出来，又喊你的油倒。哦。哦，现在都要讲起难为的，那也少一人，你也少干活了不是？你那个是在那螺旋吗？过滤是好多钱一斤呢？在这儿三角钱，别说过滤了三角钱，哪能螺就三角五？其他的它可以自己来螺啊，其他行情就是那个位置了嘛，就对。哦，自动要下去。自动那边那个机器开就过滤就起去，过滤起去。现在，才几分钟时间就加载到了十，好多度了呢？五十二，加得快。连住十的。嗯。好像是五十二。那我操！你天天我。你拿来炒菜是吧？那个话那个都是干的，炒菜锅。那的时候天还没亮，现在都已经亮了，现在都已经六点过了。我们那的时候五点半的时候来了，估计还要等一会儿才会接到。我们是第一位，所以说比较快一点。看一下早上的风景。需要我切口的，我这个东西还是，我这个肉出三块钱。那是有三十多斤了。三十多斤。我们都忘了是，大概炸肉脯都会炸了三颗。一桶水好像倒一摸，一中中的水，八百多升的水，那倒水是因为方便分离。它分离的作用。
这两桶呗。哦。好的，要好的就这样走。一百多斤哟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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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